主題展展出了來自香港高考建築系學生針對城市存量資源、老工業區同老建築物等的整體更新策略與設計方案。在展覽現場，來自本港兩地的專家學者，仲圍繞城市存量資源的再生、更新並創造新量價值為核心展開討論。 咁當我哋講創新嘅時候，其實有兩個最重要元素。第一個其實就係傳統，咁佢哋要了解而家嘅居民，佢哋居住嘅方式，佢哋生活嘅一個感覺。咁所以佢哋喺嚟到呢個温家衞嘅時候，有啲同學甚至嚟過唔止一次，佢嚟過兩次、三次、四次去訪問唔同嘅人，去更加了解呢個地方，去更加了解個傳統。咁跟住佢哋就會用佢哋創新嘅方法，將一啲新嘅意念放入去。 咁所以我哋今次見到佢哋嘅方案係由新同舊嘅結合，而主辦方希望以本次主題展為主線，拓展本港兩地建築設計類專家學者嘅合作互動，促進行業內更多嘅討論同交流，為東莞嘅城市更新探索之路積蓄智慧同力量。